真係好似，哇！真係你睇，真係好似行緊，好似我自己喺度行緊。79,980,80,000元。刚刚看了那部电视机呢，我觉得我家的电视机也要换一下才行了。以前跟父母住的时候，压根就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。搬出来租房子后呢，发现一切的东西都觉得好贵啊，这个锅很贵，这个沙发很贵，就连平时星期天去买些酱油啊、米啊、盐啊，买着买着几百块就没有了，哇！然后想想，到底是花到哪里了我的钱？这一道菜吃的我很尴尬，我不知道怎么吃，直接这样子蒸一下就吃掉，然后那个虾也很好吃。这个好像是印度飞饼吧，味道是不错的，就是我吃的有些尴尬。终于今天决定过来买电视机了，家里那部电视机好像是24寸吧，好小哦。8万块的电视机我们暂时买不起，只能选这一部3000块的先用着吧。本来出门之前呢是计划买一台4000块钱的还可以接受，因为电视机可以用很久嘛，但是想想现在的电子科技这些产品更新太快了，所以就买一台3000块的也可以了。